好，麻烦老师呢，您待会先进到这个网址，好，1234.1kow.net， 完弄。那么您进来之后呢，您如果之前有账号的，可以直接用您的账号登录；如果没有的，您就直接用访客就好了。好，从右上角这里可以取得一个访客代码。好，这个地方可以取得访客代码，滑过去就有了。那您取得之后呢，下次如果你想要继续使用，您就在这边导入相同的访客代码，您的这个学习记录就会留在里面。当然您重新加入，重新再按一个新的也可以。好，那我现在这样，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个访客代码了？好，我就按我了解，这样就进去了。好，那你进来这个 OneNote 这个平台之后呢，我们的资料放在群组里面。最近稍微查一下，我来这边好像第六年了，每年都会跟老师见面一次。哎，我们在当时被比了哈，啊，按级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了。好，那么您进来之后呢，预设在发现这边哈，那我们的资料放在群组里面，好，这个群组里面，所以麻烦老师您先这里按一下。好，抱歉抱歉，从这边哈，发现里面的群组，这里，那我们排在第一个。好，都是开放的，所以老师你回去之后延期晚也可以进来。那进来之后呢，右上角这边就有一个加入，这样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来。那我所有资料呢已经都先摆在这边了，都已经在这边了哈。那么主要的内容在任务这里，任务里面，待会呢老师要浏览的就可以从这里17像这个打开，我们的教材都在里面，好，都在里面。另外呢，一样延续以前的，我们右手边这里，我们上课的这个研习的录影片会放在这个云端硬碟上，您可以从这个地方点过去，好，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研习的云端硬碟上。那如果你要看我的部分，就可以从这个地方连进来。好，那因为认识很久的时候就不用再介绍了。 OK，那就麻烦老师您先加入 OneNote 之后，从发现里面的群组，好，找到我们今天的研习群组，把它加入一下，我画面还给您。